同修，请掀开《无量寿经》，看第一页。第一页，第三行，其名曰：尊者教成如，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叶，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好，上一次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个是六种成就里面的众成就，啊，众成就当中里面的声闻众，啊，那后面是菩萨众。那讲了第一个教成如尊者，啊，教成如这位尊者，他是因悟道课程二字而开悟的。啊，那么上一次简单的提到，啊，这世间啊一切现象都会变化，啊，你在变化相当中，啊，想要找到不变的，那是没有办法，啊，或是想要叫变化的不要变，啊，这个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向外求，啊，你向外求，你心就在动念，啊，你认为有心，啊，有物，啊，那心是感知的，物是被感知的，啊，那就有能所了，有能所就有生灭，啊，所以你想要，啊，在这个生灭相当中。像现在的很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啊，要去找到宇宙不变的真理，啊，那个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是妄动的，啊，所以呢，每每研究出的理论，啊，都被后来的推翻，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所用的是生灭心，那么这个生灭心。在于有智慧的人当中，啊，他能够知道，能够觉察这个生灭不可得，啊，所以他根本不会叫生灭的妄心去停止，啊，他直接看破它，啊，他不随顺生灭，啊，所以楞严经讲的弃生灭守真常，啊，实际上这个守啊，啊，也是方便说，啊，真常就真常了。啊，不用守啊，啊，就像你梦中的境界，啊，你现在醒来了，啊，那你需不需要守着觉醒的境界呢？不用了，啊，所以一旦梦醒，啊，那就是完全清醒。啊，永嘉大师讲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这就表示永嘉大师他知道这个一切生灭啊即是真常的道理啊。啊，不是说生灭的变化相是真常啊，生灭的当下是真常。为什么说当下？因为生灭的相不可得啊。你想要得，你认为有所得，它还是不可得，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好，你要让不可得的，你要把不可得的相、不可得的这些外境，啊，或是妄心，你刻意啊要叫它停住，或是刻意啊要把它断掉，你断不掉。啊，所以佛法啊，尤其是大乘佛法，讲的就非常的彻底。他叫你不要随着生灭，啊，他叫你直接照破它，啊，你有这个能力叫做般若智慧，啊，这个智慧每一个人都有，啊，不是只有诸佛如来有，菩萨有，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但是这个智慧你要怎么开显出来呢？
你要听经，你才能够开显。啊，听经，那么讲经的人，他要讲的是正法。所以呢，正法就是般若智慧。啊，你因为透过听经的讯息，啊，那么久了，你就能了达事实真相。那么你对一切境界当中，你就不会起烦恼了。碰到人事，碰到变化，碰到无常，你的心都不会再起心动念了。你不会感到难过，你也不会呢，特别欢喜，想要占有，不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彻底的明了，这个一切的生灭相确实不可得，所谓当体即空，了不可得。那么你一旦不迷的时候，那就是其大机大用之时啊！这起作用就是我们讲的起假用啊。刚才讲的是知一切法性空，性空之后呢，不无幻用，你就能够用这些幻法来帮助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就是转凡成圣了。所以我常跟诸位同修讲的，你不要认为你自己业障很重，你越认为你就越重。为什么？你天天想业障啊，还有人拿着地狱变相图天天看，你看那么熟悉干什么呢？你又没有要去地狱啊。所以呢，我们修行的方法，我不教你们看地狱变相图，我教你看极乐世界图，所谓啊，观经讲的，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啊，你就算你想佛像，就能得无量福啊，何况你是看到全福的极乐世界，况复观佛具足身相，你一个念头想到有佛，想到有佛的像，的福报就已经无尽了，那么相反的，你想地狱就得无量罪啊。所以呢，如来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是故众生心想佛时，是心即是如来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八个字是净土宗理论根据的核心。你念佛为什么能成佛？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为什么能够摄受你？根据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因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跟佛完全一样只是你迷在生灭当中，你认为真的有生灭，你认为梦境是真，所以你在梦中，你没有办法跳脱出来，你活在你自己的想象的这个虚妄世界当中，活在自己的妄想当中，所以不能觉悟，就好像一个人迷路了，他一直认为他走的路是正确的。那实际上呢，他的路错误，可是他一直认为他的路是正确，这就是他活在自己的妄想当中我们众生认为这个虚幻的世界是实有的，而且呢，用不断的用科学、用医学、用种种的这些东西来证明它是实有的，那他实际上呢，还是活在自己的妄想当中所以只有释迦牟尼佛能够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所以今天要是没有如来出世，那么大家永远都是迷惑颠倒你会认为这个世间就应当有苦乐忧喜舍就应当所谓的有七情五欲有贪嗔痴慢有杀盗淫妄男女就应该有情爱父子呢就应当有情这些等等的实际上这些都是情见的
那么在真如实相当中，没有所谓父子，没有所谓父母亲属，那个都是你妄心妄事变现出来的啊。就好像啊，现在有人长大以后才发现啊，原来自己的从来认为是自己的父母的啊，原来是当初抱错了啊，抱错小孩了。可是在他心中，他就是一直认为这是我父母啊，所以这是众生心里面的执着啊。他哪一天觉悟了啊，原来这个不是我父母，这个还是我杀父的仇人。你看他的当初的孝顺心，当初的爱心，马上转为仇恨。所以你看这个众生的心就是这么变化，都是虚妄颠倒啊。结果呢，在查清楚以后发现是自己搞错了啊，又恢复正常啊。这就是众生的妄心妄事在变化啊，并不是真的啊。你把这个虚幻的当作是真的，那你就有苦可受啊，啊，有乐可得，有苦就有乐啊，苦乐是对待法啊，相待的，它不是不变的啊，不变的叫做绝待啊，绝待就是绝于对待。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出世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所以你碰到什么问题，你要往佛法上去想啊。佛告诉我们啊，一切法如幻如化啊，我现在在苦，这个苦还是如幻如化，谁在苦找不到啊。那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别人不苦啊，为什么我会苦？那就是我迷在自己的妄想当中啊。所以这个妄想啊，找遍全身，找遍身心世界都找不到，所以它是虚妄颠倒，根本不要再随顺它，那你就觉悟了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解脱的办法啊。所以教成如尊者他知道啊，什么是客，什么是尘。客尘就是会变化的啊，客人会来啊，会去啊，这个灰尘呢会浮动啊，不会静止啊。所以他知道不要依着这个会变化的啊，不要依着这个会动的，他要依不生灭啊，不生不灭，这个不动的啊。那这不生不灭这个真心在哪里呢？实际上啊，中峰国师讲的对，但向尘中了自性啊。你们三世系列都做得很熟啊，啊，但向尘中了自性，就在一切生灭变化当中。所以他在这个教成如尊者在生灭变化的课程当中悟得的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所以称为得度第一啊。啊，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悟啊，众生还是很贪，还是想找一个东西来医治，那怎么办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啊，有净土法门啊，你们可以作为方便啊，那么一心一意执持名号啊，执持名号就是弃于生灭，守于真常啊。那么念到后来，真的像大师至念佛圆通章讲的，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这个是世尊啊教给我们的方便法啊。那么刚才讲到中峰国师三世信念，现在大家都会做啊，大家甚至都以为做个三世信念就能够把自己的冤亲债主、把自己的业都消掉。我告诉你，很难。为什么呢？消业你要转念，念不转业不会消，因为业呢从心所造啊，从你的心造的啊，你心里面转了业才会转啊。业是什么？就是你心的展现啊，业就是行为啊啊。你要把错误的行为给除掉，错误的这个习气给除掉
你要从心转。啊，中风国师是一个相当有善根的大德啊，啊，他不是只会做三十信念啊，啊，他在用功的时候，你们都没看到啊。啊，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啊，一会讲话就唱翻白，啊，刚会走路，啊，就是能够离开妈妈的怀抱，啊，他会自己会爬的时候，他就会双盘打坐，啊，从小他就只想到一件事情，要出家，啊，十几岁的时候，啊，他父亲啊要给他说媒，啊，这个要叫他去结婚，抵死不从，啊，他不要。他是真正的修行人，那么他就在家里用功，啊，在家里修行啊，啊，这平常用功啊，用功到想睡觉，啊，一般人十几岁想睡觉啊，这个不用问了啊，你们都连克制的能力都没有了，直接就睡了，啊，在学校上课趴在桌上马上就睡着，甚至不用趴在桌上，坐在那里。就已经睡到流口水了，啊，他不是，他会提起精神来，啊，读经用功念佛，哎，真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用头去撞墙壁，哎，十几岁他就懂得要修行了，啊，那么后来就遇到啊这个高峰禅师，啊，就教他参禅。啊，教他用功了，啊，那么他才啊，真正的啊修行，算是真正的用功，真正的修行了。后来明心见性了，啊，所以呢，你去看看祖师大德是怎么用功的，他是怎么超度众生的，啊，不是拿一本三十信念，啊，那个三十信念确实文章啊里面的内容相当的不错，啊，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啊。这个三十信念啊，你念上一句，我可以对下一句，我非常的熟，我从小就做，哎，里面的梵拜啊，我不用拿课本，啊，我做三十信念，从第一十做到第三十，不用拿课本，啊，里面的东西我都会啊，但是更重要的，里面的境界你会不会？啊？这境界你要是没有，那你纯是欣赏文字啊，啊，就拿常听到“缘浮变十方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是在西方吗？怎么又变十方呢？啊，净大地是青苔故乡啊，啊，这一句你们能会得吗？啊，所以呢？修行啊，用功，要看的是功夫啊，啊，不是看板眼打得准不准啊，啊，法器庄不庄严啊，啊，这个梵拜唱得好不好啊，不是在这里啊，啊，所以去看看祖师大德怎么修行的，啊，憨山大师也是啊，啊，也是从小啊就发心，啊，从小就修行。后来碰到云谷禅师，啊，他跟了凡先生也一样，啊，同样碰到云谷禅师，了凡先生、云谷禅师，啊，看他，哎，这不是法器啊，了凡先生不是法器，啊，不是真正想要出离，不是真正想学，啊，所以呢，就教他啊念念准提咒，种种善根，啊，最后啊，啊，虽然啊转了一些。这个世间的业也得了一些福报，但是也就跟一个凡夫一样啊，怎么不了了之的死去了，啊，没有功夫，没有任何成就，啊，可是憨山大师碰到云谷禅师，啊，他穿袍搭衣啊，十九岁啊，穿袍搭衣啊，去跟云谷禅师请法，啊，请云谷禅师给他出离生死的方法。啊，他是非常的慎重啊，
啊，顶礼三百，长跪合掌，啊，这是入室小餐，那么云谷禅师教他，啊，他看他真正用心，真正想学，啊，他就告诉他真正的佛法。他说：“你这辈子就抱定一句念佛的是谁，啊，你就这么参下去，啊，一定会有功夫。哎，憨山大师果然啊，认真的参究，啊，在那次禅期当中3个月，啊，真的是所谓啊，认真努力啊，不觉得啊，过了3个月啊。”所以憨山大师，他在他的《梦游集》啊，在他开示里面讲到，他说他这一生最得力的，啊，之所以能够了生死，就是禅念佛的是谁，啊，这个云谷禅师告诉他的，啊，所以同样是碰到大德，啊，了凡当面错过，啊，所以你们要学。不要学袁了凡，那个是凡夫，啊！你们学憨山大师，真正有成就，真正有功夫，啊！那么，如果是世间人啊，想做点好事，可以学学他，啊，是不错，啊，做点世间事，啊，转恶为善，啊！如果你真正要学佛，啊，要了生死，你要看憨山大师，啊，看他怎么修行，看他的道行。看他的这个用功的心态，啊，这个才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啊。那么憨山大师最后，啊，是坐化的，啊，坐着走的，而且肉身不坏，啊，到现在他的肉身都还在，啊，在广州，啊，在这个广州韶关的南华寺，啊，这个装金身啊供奉。这是他真正用功啊最圆满的结果啊，所得的叫做全身舍利啊，就是我们讲的肉身不坏啊。所以你看，同样碰到云谷禅师啊，天差地别的成就啊，一个是凡夫继续轮回，来生能不能遇佛法说不准啊，也许可以遇得到。也许遇不到，那么他这一生虽然做好事，啊，虽然修善，但是呢，啊，所谓的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啊，他的福报会到，有可能到三恶道去享，啊，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些动物啊，啊，比人过得还好，啊，出门啊都有专车接送，啊，每周一到周五。啊，都要安排时间，然后给他做交际，啊，还要给他上健身房，啊，都有。哎，这种动物就是过去生做很多好事，可是呢，没有发菩提心。啊，那你们好好选择选择吧，啊，看你们要做哪一种，啊，是要做憨山大师呢，啊，还是要做一般的凡夫？啊，这个是我们呢，啊，看祖师大德啊的表现了。啊，应当要学习的，啊，那么这个是这里讲的啊，教诚如尊者，啊，教诚如尊者，那么下面呢，啊，尊者舍利弗，啊，为什么他们名字我们前面都加一个尊者，就是尊重他，啊，因为他道德啊，他的学问，啊，以及啊，他的行为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讲到舍利弗。大概所有学佛的人啊，都知道他，啊，每一会几乎都有他，啊，那么这个舍利弗尊者学佛的因缘，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舍利弗尊者是怎么学佛的？我们先从他小时候开始讲起，啊，他在母胎的时候啊，因为他妈妈。啊，跟他的舅舅啊，也就是他妈妈的哥哥，啊，常常在辩论，可是他妈妈呢讲不过，啊，没有办法跟他哥哥对辩，啊，那么所以呢，常常呢很不服气，啊，可是呢，怀了舍利弗以后，
不一样了。啊，他哥哥怎么样跟舍利弗的妈妈辩论，啊，都讲不过他。啊，所以呢，舍利弗的舅舅叫俱迟罗，啊，大家应该知道，啊，俱迟罗，他就发心啊，到印度啊各个地方去参学，啊，为什么呢？好，这个小孩在母胎的时候就这么厉害，啊，要是哪一天啊生出来了，啊，我的学问不如他，啊，但输给他，那我岂不丢脸呢？所以他很用功啊，遍学外道，啊，人称长爪梵志。什么叫长爪梵志呢？啊，就是呢，他学这个，这些当时候印度的所有的啊学问非常认真，认真到呢，啊，指甲都没有时间去剪，啊，所以称为长爪梵志。啊，那么舍利弗出生以后，啊，8岁，啊，印度当时候有16个国家，啊，所有的长老都输给他，8岁啊，论艺无双啊，啊，即使是学外道，他也是这么聪明的，啊，那么舍利弗的舅舅去参学回来了，啊，这个舍利弗啊，在还没学佛的时候啊，还是个外道的时候。他在路街上，啊，碰到马胜比丘，啊，马胜比丘啊，啊，那么他看马胜比丘威仪庄严，啊，所以你看这威仪啊，庄严可以摄受众生，啊，他知道啊这位比丘不一样，啊，所以呢向前啊跟他请教，啊，他说你的和尚是哪一位，啊，都教些什么？马胜比丘的威仪相当好啊，摄受舍利弗，啊，他告诉他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啊，常作如是说，啊，舍利弗就听懂了，啊，一切法因缘所生，了不可得，啊，那他就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一出家7天通达实相。这个实相没有那么简单，啊，他这个通达实相不是我们看几本书啊，他是真正的契入啊，啊，《楞严经》上面就有讲到他，啊，心光法旋，啊，光寂之间，啊，他这个是意根特别利，啊，那意根特别利不是说他很会打妄想啊，而是他不会打妄想，啊。所以呢，他的心是清净的，一接触就通达，啊，所以他8岁就论艺无双了，啊，学佛7天就通达实相，啊，那么他的刚才讲到他舅舅去外面参学回来，啊，问他妈妈说，哎，你的小孩呢？说跟佛出家去了，啊，他想说怎么可能？舍利弗这么聪明，啊。怎么可能跟佛出家？啊，还有人比他更聪明的吗？所以呢，他也觉得，嗯，他自己啊，有一点学问呢，啊，有一点这个知识啊，甚至也有功夫啊，他就去找释迦牟尼佛，啊，他就跟释迦牟尼佛讲啊，我的舍利弗呢，啊，这个为什么他来找你出家？啊，那么他跟世尊啊挑战。我们现在讲的挑战，他说我跟你辩论，啊，只要呢我赢你了，啊，那么舍利弗就跟我回去，啊，那么我要是输你了，啊，我就杀头谢罪，啊，好，释迦牟尼佛说好啊，啊，那这个佛就告诉俱迟罗。跟他讲，他说：“那你，啊，既然是远道而来，不然你就先立论好了，啊，你先讲，啊，那俱迟罗，啊，就告诉释迦牟尼佛，他说我立一切法皆不受，啊，哎，这个是真理啊，他觉得，
这个锯齿螺他想到，他心里面自己想，他说，哎，这个一切法都不受，看你就没有办法了。释迦牟尼佛点点头跟他讲，他说：“那你说的这一句话，你受不受？”他全身发抖啊，冒汗啊。我要是说我受，那刚才一切法都不受，那这个论就不对了。要是说不受，那这个论也不对了。所以受跟不受都不对啊，怎么办呢？这下子完蛋了，变输了，要杀头谢罪啊！这锯齿螺拔腿就跑我们现在讲绕跑了释迦牟尼佛哪有神足通啊，把他追回来他说：“好吧，既然被你追到，那我也只好认命了，杀头谢罪啊！”佛说：“我今天不断你的头。”他说：“你在我法中出家即可，出家也是剃头嘛，就当做杀头了，所以锯齿螺尊者就出家了，所以这是顺便讲到锯齿螺尊者，他在弥陀经也有出来，这个也有他表法的意思，那么舍利弗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对于佛法他是真正了解一般人都会认为舍利弗大概就是智慧第一智慧第一。你们不晓得他的神通也第一神通也是非常厉害的有一次佛要去讲经，那么要求大众都要参加。可是舍利弗，他在入定，他在打坐。那他的好朋友目犍连呢？目犍连尊者，大家都知道神通第一嘛，要比神通他是最厉害的。他就叫舍利弗，出定了，世尊。说要去这个，讲经要大家一起去，舍利弗如如不动，目犍连他就认为我有神通，我用神通叫你出定，他就用神通，顿起狂风没想到目犍连用尽他神通的力量，这个风连舍利弗的衣角都吹不动。所以你看舍利弗的定功有多深。目犍连拿他没有办法。这是讲舍利弗的神通。那么舍利弗入定大家应该有听过，遇到危害鬼，危害鬼是什么？就是我们鬼神众里面的叫大力鬼那么他的名字叫做危害会危害众生。其实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危害鬼跟富害鬼，这个他们两个就是从空中经过这两个大力鬼从空中经过，他看到下面有一个出家人在打坐，调皮捣蛋呢，在戏弄他，他就往他的脑袋用力的。打了一拳，那舍利弗出定的时候，他想说奇怪，为什么我今天会头痛他说我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应该不会头痛那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我没有修正吗？他就去问释迦牟尼佛，佛告诉他，你刚才在入定打坐的时候，有两个鬼捉弄你。这两个鬼是大力鬼大力鬼力气有多大呢？一拳可以击碎须弥山我们现在是须弥山南瞻部洲他一拳可以把须弥山打成围城，你看他力气有多大
他说要是一般人早就粉身碎骨了。他说幸好你今天入定了。所以舍利弗的智慧跟定力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那么他在这里呢代表的是全智，也就是净土法门善权方便，能够利益众生，善权方便了。后面文殊是代表是实智，也就是从权智可以入实智。现在人很会开方便，可是这个方便呢，到后来呢就是随便。佛门有一句话叫做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所以很多道场他开的方便你要看看他能不能帮助你弃入实相也就是修行能不能成就现在有很多地方夹杂世间法甚至用世间这个教育的方式在教修行人这世间的教育就两个字而已，着相就是处处叫你着相那你学了之后你就处处着处处着以后你就会增长我相，增长我见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最大这个就不是方便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方法，从戒定慧这个是方便，从闻思修这是方便舍利佛在这里代表这念佛是方便，方便当中第一方便，而且这个方便当中还具足真实的智慧你看舍利佛七天就通达实相我们念佛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够得一心不乱，这一心不乱就是大智慧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一心不乱了有些学净宗的这些学人或是法师他告诉你净土宗不用一心不乱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他自己结的钱甚至他还引善导大师善导大师说不用一心不乱自己结的钱还认为祖师跟他一样浅解那就是冤枉祖师所以你们看到这外面确实有许多会开方便那么在最近最夸张的就是很多人都误会印光大师印光大师这一生就是劝人家念佛，劝人家学佛他没有搞世间法为什么他的弘化社印的经有印这个安世全书、了凡四训还有感应篇，为什么他印的数量多？因为不学佛的人多他只是方便要叫他学佛不是说学了佛还要回去搞世间法所以你们要看看祖师大德是怎么建议学人的你不要误会祖师所以有些同修来讲印光大师不也提倡感应篇吗难道他是附佛外道吗印光大师不是附佛外道，是你是附佛外道，为什么呢你自己学佛不老实不愿意真干，一句佛号你念不住，就还想要夹杂其他的东西说这个也是学佛的前方便，实际上呢你也没有在学你也不是真正想学佛这点你们要清楚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没有想学又说这个是方便是印祖这么讲印光大师都劝人家学大乘佛法，你们去看他的文钞他文钞都是劝人家学佛，劝人家念佛断恶修善
所以他才成为净土宗的祖师啊。啊，要当净土宗的祖师没有这么容易啊。啊，你自己除了要念佛有功夫以外，对于经教要通达，对于净土要能够契入，啊，还有就是你要能够弘扬净土，不会使净土宗变质啊。啊，可是后面的学人，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就误会印光大师，啊，祖师大德也很冤枉啊，啊，所以呢。你们去看看印光大师啊，他是一个出家人啊，早年他也想出家，哎，可是呢被他哥哥抓回去啊，不允许他出家，后来他又找机会啊，又偷跑出来啊，又去啊修行，又去用功啊，他是一个真正想修行的啊，他不是啊像一般世间人啊贪恋世间啊，放不下家庭，放不下这些父母恩爱啊，他放不下啊，那世间呢没有把他放下，祖师放得下啊，印光大师放得下，他是真正想学的啊，所以你们不要误会了啊，他这些方便都只是为了要接引这些世间人啊，因为世间人多吗？不学佛的人多啊，啊，祖师也才一个啊，啊，所以印的这些世间典籍那自然就多。啊，来，为什么？因为印佛经没有人要看的，啊，那就印一些方便的，啊，目的呢在于接引你来学佛，啊，不是要叫你变成一个世间人，啊，所以你要搞清楚了，啊，像你们学弟子规啊，学这些东西，啊，你有受用啊，这样很好，但是那是你的受用，啊，这个不是佛法，你要搞清楚，佛法讲的啊，弟子规没有讲。啊，这个佛法讲的这个真如实相啊，感应篇也没有讲啊，通通都没有说啊。世尊告诉我们诸法因缘生啊，告诉我们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东西只有佛能说啊，其余外道都没有办法说。所以为什么啊，我们讲这三本书确实是附佛外道，为什么它的内容不是佛法，可是现在的人不了解，要把它强附会成佛法啊，那就错误了啊。那么我们如果不做说明啊，之后以讹传讹啊，像现在有些啊学佛初学的人啊，来到金色啊，就问我们有没有初学佛的典籍，我说你要什么，他说弟子规啊，哦，我吓一跳啊，心里想这个事情严重了，要是不加以说明啊，不把它讲清楚，那将来啊有一些人啊，他就会把弟子规加到大藏经里面去啊，啊，那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啊，那佛法就变质了啊，就真正变质了啊，所以虚云老和尚讲的没有错啊，孔子的罪人是谁？是秀才啊，佛教的罪人是和尚啊，那么我们不想当罪人呢啊，所以我必须给你们说清楚，弟子规确实不是佛法啊，你们不要搞错了啊，我们没有反对这本书，但是呢这本书确实不是佛教的东西啊，从古以来有多少经典啊都是伪经，最后呢也都被加入藏经了，像有一部父母恩重难报经啊，你们大家都认为是佛经，实际上那本不是佛经啊，但是因为以讹传讹，所以呢也有祖师把它归纳为藏经，不过呢它是藏经的一部，也就是对它是保存怀疑的啊，保存怀疑的啊，那么我们不能开这样的例子啊，所以要透过啊讲经啊，透过媒体，啊，跟大家说明啊，所以呢每一位同修啊，你们要清楚啊，我们大乘定向经社没有在反对这三本书啊，这三本书啊是世间的好书啊，但是你们不要会错意啊，因为会错意
那损失的啊，就是你们。我们了解的人不会损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想到希望呢，像我讲经台前面这四个字，正法久住，那么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方便，你们要清楚，方便开多了，那佛教就变质，而且为什么开多了方便，佛教就会变质？因为这些方便都没有办法让你去除你的烦恼习气。实际上这些方便释迦牟尼佛早就开给我们了，叫你念佛，叫你守规矩，这都是方便啊。实际上你本来就是佛啊，好，不用修也是啊，但是现在就是习气太重了，所以要借由这些方便去除你的习气啊。所以你只要到道场，你能守佛陀的教戒，那就是第一方便啊。这才是真实的方便啊。如果你到道场啊，想要搞人情啊，想要搞特别啊，或是呢捐了一点钱，就希望呢每一个人都来恭敬你啊，都来捧你，或是暗示别人啊，你有捐钱啊，希望这个暗示别人要来恭敬你啊，那这就不是方便了啊。所以在我们金色没有人有特别的啊，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没有特别。这个是所谓的上行下效啊，这大家就共一条心啊，是为了正法久住啊，我们不要变成这个毁坏正法的狮子虫啊，这是佛门四众弟子都应该啊能够注意到的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舍利佛学佛的因缘啊，这个里面呢还有要说的。舍利佛是因为看到马胜比丘殊胜庄严的威仪，所以这个威仪就非常的重要。现在的学佛人不像学佛人，出家人不像出家人，讲不好听一点，看起来真的像歌舞团，唱唱跳跳的，这不庄严。你不要想说，哎，这个叫接众，我告诉你，庄严才能接众，哎。马胜比丘就是最好的例子，舍利佛绝顶聪明，八岁就论义无双，为什么能够摄受他呢？就是因为清净庄严的威仪，所以不在于你有巧辩，在于你有真正的德行，那么学佛人，有威仪，这个就能够帮助佛教的弘扬。你不开口讲话，人家都觉得学佛人气质很好，你是一个真正修道人的样子，真正学佛人的好榜样。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同修，无论是在家或是出家，你们都要发有一个愿，要做佛教的招牌，你出去就是代表学佛的样子。学佛应该具备的言谈举止都要有那么怎么样具备呢？我们金色这里有一本书叫做《学佛行仪》那《学佛行仪》顾名思义就是学释迦牟尼佛的威仪，它里面教你你碰到法师要怎么应对，到了道场要怎么应对，要怎么样来读经怎么样来做早课那么甚至呢在家人会碰到的这些商业行为要怎么存心它里面全部都有教。所以很多初学来问我这个初学要看哪一本书我们都推荐他，你想真正学佛要佛的行仪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可以建立你学佛的基础就是这一本书学佛的心意这个书我们金色都会持续印刷跟大众结缘这也是值得推广的你不要拿这个世间的典籍来作为你学佛的基础，我告诉你那个没有基础世间刚才讲的
都是生灭，都是变化的。你用生灭变化的作为你的基础，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啊，得到真正的成就。啊，这佛在《楞严经》讲了，啊，你用生灭心欲求佛成不生不灭，无有是处啊。啊，那生灭心是什么？世间心。啊，那世间心，你明明对你的家亲眷属很贪爱，啊，那么看到现在哎有法师在提倡啊，学佛要学《弟子规》啊，要先要孝顺父母啊，你自己心里面呢贪爱心起来了，啊，学佛呢啊要照顾好子女啊，你心里面呢贪恋的心起来了，啊，你不能觉察。那么你就心一妄动啊，被境界转了，你就退回去当一个世间人了，啊，所以就非常的可惜。好不容易发心要出三界，啊，但一个不留神呢，就又迷惑又退回去了，啊，这是现代学佛人的毛病。那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不能够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它不是真正的发心，啊，你真正要发心，真正要学佛，啊，你都能够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你会严格的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啊，不会有一念去放过，啊，不会有一念起颠倒想，啊，这是学佛啊，啊，那所以呢？我们同修都要知道，啊，那么马胜比丘，啊，摄受了舍利佛以后，啊，不光是摄受舍利佛，舍利佛还带着他的好朋友，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就是目犍连，一起皈依释迦牟尼佛，啊，这目犍连就是下一位尊者，啊，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啊，这个目犍连啊，啊，这个。翻作中文呢，啊，叫做居，应该是说翻作中文啊，叫居律陀，啊，就是这一棵树叫居律陀树，那么他的父亲祈祷这棵树，所以产下了这个目犍连尊者，啊，那么同时啊，啊，因为他同族的人啊，很多人都出家，很多人都在修行，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啊，加一个大，叫大目犍连，啊，有的地方翻译是摩诃目犍连，啊，摩诃就是大的意思，那这里大目犍连，啊，也没有错，他这里的表法是指神通第一，啊，这个神通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啊，神通敌不过业力啊。啊，那目犍连虽然神通第一，啊，但是你看他啊，要帮释迦族，释迦族也没有办法，啊，琉璃王起嗔恨心，要灭释迦族，他呢想说，哎呀，这个是世尊的族人呐，啊，啊，那么怎么可以被琉璃王给灭掉？啊，那么他就用神通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些族人带到刀立天去。结果下来呢，钵里面的这些人全部变成血水，啊，为什么呢？敌不过他自己的业力，他们是活在自己业力变现的境界里面，啊，不是真正有琉璃王要杀他，啊，即使目犍连用神通带他们去刀立天，最后还是死掉，啊，这就是真正所谓的神通不敌业力。啊，那么目犍连，这个刚好啊啊，现在七月啊，盂兰盆法会啊啊，就是他七请的啊，还有所谓的斋僧大会啊，这目莲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啊小孩，所以他知道他的母亲啊堕在这个恶鬼道当咽口鬼啊，这咽口鬼。啊，非常的痛苦。一般的鬼，啊，虽然啊饮食不是这么丰富，但是至少都还勉强能吃。
可是这个咽口鬼不能吃，没有办法吃，所以他肚子很大，可是喉咙呢，跟针一样细，你东西啊，要给他啊，他要吃的时候，嘴巴一打开，嘴巴出火，把要吃的食物全部烧焦了，没有办法吃了，所以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堕在恶鬼道，没有办法超度，他去问释迦牟尼佛，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所以呢，你看一个真正孝顺的人，他是懂得去超度他的父母，他因为他知道因果，他知道怎么样帮助父母得到最好的，所以呢，像学佛的人常讲孝顺，你们孝顺就要有智慧，世间人无外乎都是贪口腹之欲，你们的父母也不会例外，多半呢都是希望你们呢能够多赚一点钱呢，然后呢功成名就，为了名利可以不择手段，虽然没有说这个发诸于牲口啊，但是呢暗示于言表当中啊，那么你们就要有智慧。什么是当为，什么是不当为？像父母亲喜欢吃荤的，你们就不能随顺他，你帮助他造口业、造杀业，你要好心劝导，要让他知道这个素食，是全天下最健康的饮食，吃素不会不健康，不会营养不良，你要让他晓得。你甚至要让他知道，这世间的财，是五家共有啊，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啊，是五家共有，不可以贪着。世间的名利，只是自己一念妄心在那里欢喜而已啊，根本。也没有名可得，也没有利可图啊！这五欲六尘，你都要善善这个所谓的慢慢的跟他开导，跟他说明。你不能反正我的父母叫我去争我孝顺了我就去争父母亲叫我不要学佛了那你就不要学佛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很多的学佛人听到学佛就是要孝顺父母，那他就不学了，要回家孝顺父母，照顾小孩去了。他说我先把基础做好，实际上这是搞错了，不学佛也要孝顺父母，你即使信仰别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都要孝顺父母。可是你不能把这最基本的说孝顺父母就是基督教，孝顺父母就是天主教，孝顺父母就是回教。我相信每一个宗教的这个这些讲师他们都不会同意相对的，你来告诉我孝顺就是佛法我们也不会同意啊。那要看你怎么孝怎么样来行孝。如果知道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没有自他二相，没有所谓的六凡四圣，一切众生同一心体、同一法性，这个孝我们佛门认同，这叫大孝。如果只是四大假合以为身，六尘缘以为心，自己心所爱的、心所好的，这个是我的父母，那这个是会生灭、会变化的，心量这么小，这个是佛法，这个不是佛法，你说这个是孝顺，是佛门讲的孝顺，那我们不认同，所以佛门也讲孝道，但是他的孝道，随着每一个人的境界不一样，我们刚才讲的是佛要教我们的孝道，你要把。自私自利放下，要把你的爱欲、把你的情执放下，
你不能想说，哎，我的父母孝顺，啊，别人的父母我就不孝顺。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梵网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一切男子包含所有一切众生，啊，男性的，啊，雄性的，通通都是啊。一切女子包含所有一切众生啊，雌性的啊，都是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孝道啊，这就是《梵网经》讲的孝名为戒啊，这是真正了解《梵网经》、了解一层经典的，不是只有孝顺啊，你自己跟你有业的那个父母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个孝在佛门叫无尽孝道。梵王是一层的经典，如同这个梵王的啊罗网一样啊，重重无尽啊。啊，所以叫梵网经啊，梵网是比喻啊，啊，这无尽的孝道，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孝顺，啊，其他的都是世间法，啊，你不要拿来说这个是佛法。孝是如此，啊，悌、忠、信都是如此，啊，都是要达到《梵网经》讲的境界，啊，你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孝道，不然你只是世间啊，这个所谓的情爱之孝啊，这爱缘慈的孝顺，啊，是连法缘慈尚且没有达到，何况是《梵网经》讲的无缘大慈，啊，佛教我们要学的是无缘大慈啊。那么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我相信你们都很孝顺父母的啊，没有不孝的啊，所以呢，你们不必慌啊。真正学净土，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自己的心里面妄想颠倒全部念掉了，这就是大孝啊，这就是与佛心相应啊。这个孝就叫做戒，戒就叫做孝，戒是能够戒除你的贪嗔痴啊。一般人都只看到孝是戒，没有想到戒就是孝。所以你能戒除贪嗔痴，戒除杀盗淫，戒除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打破尘沙破无明，就是孝顺了。啊，这个是佛门讲的孝道啊。我们今天呢，啊，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